给老夫人请安。不知父亲叫我来何事？今日山远跟我说，在院子里撞见你了。我不是吩咐过，今日你不许出院子的吗？我只是想着给老夫人送盆绿梅祝寿。你有什么资格给老夫人祝寿？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去，去进堂给我罚跪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起来。是。父亲。他又没有做错事情，只是想给祖母贺寿，有何过错要如此重罚？此事跟你有关吗？轮得到你来过问？姨娘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就收敛收敛心性。过往之事，你小娘大度，既往不咎，但是你自己要注意分寸。是啊，这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早都忘了。七姑娘好不容易回来，也算是骨肉团圆，大家高高兴兴的啊。忘了就别说了。看来父亲的惩罚一向有失偏颇，那姨宁也无话可说。姨宁，你还敢顶嘴？没想到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以为你变了，你却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那你陪着他一起去罚跪去。成章。二爷，就算姨宁冒犯了您，也没必要去敬堂罚跪吧。成章，这姨宁刚刚回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祖母，父亲让我罚跪，我便去吧，要不然又该说我不孝了。母亲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姨宁当众忤逆长辈，当罚。对不起啊，今日连累你受罚了。没什么，你也帮了我。烟花的事情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以后你多加小心便是了。你管他也叫父亲，那你是？要是想不起来，就不要勉强自己了。我今日听说你的画作颇有老太爷的神韵，是得了他的真传吗？我六岁的时候就离府去了别院，还来不及得到他的真传，只是别院桃园里有几幅他的画作。老夫人还是偏爱七姑娘的。祖父离世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来得及回来，祖母便送了我几幅祖父的画作，让我学习，以便思念。垫着吧，软和一些。多谢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，陈年旧伤罢了，只是还不能太用力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等出去之后，我帮你找个大夫好好瞧一瞧吧，也许可以治好的。那就多谢了。Thank you.
母，慢点儿。你看你跪了一宿了，这膝盖痛不痛啊？我膝盖还好，就是胳膊给睡麻了。祖母，我可聪明着呢，我是在那蒲团上面睡觉了。就你机灵。祖母，他无故受罚，还老老实实跪了一宿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起来吧，你也该回了。多谢老夫人。多谢祖母，走。嗯。祖母，那个和我一起罚跪的是谁啊？哦，他是你三哥，罗慎远。三哥。嗯。我。